家好，今日咧我哋嚟到呢、這個明朝啦，三本岳啦。咁咧，琴日咧我哋地基咧就釣得唔錯啦。咁啊，今日天氣開始轉好啦，放晴啦，咁就可以嚟到呢、這個嘅比較受風浪影響嘅大嘅漁民島三本岳。今日咧我哋上嘅釣位咧係呢個嘅日文咧係 Abine， 中文咧係海路根。咁咧就係、是屬於玩呢、這個機制釣法。嘅釣場嚟嘅，咁啊依度好出名啦，有好多大型嘅尾場嘅冧網啦，咁啊高橋智亞先生亦都咧喺度咧，幾年前起過一條係75cm 嘅尾場冧網嘅，咁啊今日咧就流量有啲急，咁啊我哋可以喺度試下，咁啊水温咧都比較高一啲，咁啊大約係21度左右，咁就應該白毛會比較多啲咯，咁啊但係琴日嘅釣放咧又唔係喎，又有冧網釣喎，所以就要試一試先可以啦。咁啊，而家我哋開翻。咁而家打你落去嘅時候咧，咁咧就有啲細魚喺面啦。咁啊，但下面咧就有啲長形嘅尾長喺度。而家我試下我釣到呢度。一個40cm 級的白毛啦，嚇，咁啊，跟住再試過。
咁啊，吊一条50 cm 左右嘅尾长冧磅，晨早吊啦，咁啊第四五口里就中啦，系啦，咁啊非常之好好运啦吓。咁啊流咧而家就唔系好急嘅，咁啊之后应该咧就会转急嘅，可能之后就会难吊啲嘅。38-40 cm 吸到嘅兩磅，啱啱就起咗條48-50 cm 級嘅口太冧磅啦，咁啊佢喺炒樓嗰度食，所以佢個力非常之大，因為平時應該口太冧磅咧個力咧應該係冇咁大。